2018年全面毁灭你。棒棒棒棒，一直叠棒棒棒。熊熊出没，喵喵喵，臭屁。美丽的不会走，他把的走，别给我以为信。欢迎收看《靠北国旗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哥。今天六月十号，大盘起157点。如果你的空单被加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你的空单被加，你就拍拍手。搁放空啊！干你娘嘞！今仔甲恁爸补钱啊！干你娘嘞！讲袂听，就叫你卖放空，叫你爱买嘞，讲袂听。啊，前几工算讲恁爸是啥物反指标诶，今仔又加着啊吼！真正是讲袂听，你该讲要起哩啊，毋信，真正是，我真正蛮只人咧冲啊诶！我咧讲这是一个啥物啊？主升段的回档呢？这是主升段一个回档修正呢，啊，惊到要死！啊，顶礼拜又看伊涩啊咧，人道琼搁咧起，结果咱搁涩吼，啊来搁做爽，我讲啊，咱台股完蛋啦！你看人道琼咧起，咱搁起袂起哩，搁反杀跳空，啥物？什么什么什么大力光哦，大力光跌停哦，恁娘嘞放什么歹消息？哎、欸，你家己去看看一下大力光哎，我真正唔爱你样做股票哦，你家己看一下大力光，这涩涩安尼啊呢？你家己去算一二三四五，一定五波多，第五波落，迄天你该放利空，啊你白痴入去，你迄天你是空吗？嘛唔对啊，放什么华为个要？什么华为什么单个无啊？要砍单哦？你娘！我跟你讲啊，我即几工才买一支 P30 尔啦，迄相机有够强的啦！我阿狗，你看翕出来相片偌好看啦！即种好手机啊，你唔买吗？华为好手机啊，你唔买吗？这真正是好手机啊！啊，哪会讲无人买？你甲恁白骗，佮讲咩 Facebook 要封杀？好啦 ，FB 卖啦！恁只空军，你想要空拜托者 ，FB 甲空我崩，你就空 FB 就对了啦！这种也要封杀，恁家只要有封杀好的事，你若真正空军就想要空，你就去空那个封杀华为，什么都已经封杀 Google 啦、FB 啦，吼啊什么呀？啊，苹果嘛甲空了啦，苹果你嘛甲空了，苹果嘛无效啦，这嘛是咧报道尔，看华为要死，要甲报道要甲怎么死，啊无苹果哪会强大，对不？这些你要空你就空这些，你袂当空这個，你知影无？你看啊，又起来啊！啊！你讲袂听嘛，用假对无？看到迄天跌停放利空，迄买点，那个是买点。你以为华为手机不没有人敢买了吗？恁爸嘛买一支啊啦，我嘛买落去啊啦。翕相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吼！你家己去看迄落，咱的迄落，咱的社群吼，咱这个频道社群，我有打一挂相片，家己去看，迄翕出来偌水的，迄翕出来是偌水的。你其他的相机有法度吗？你其他的手机有法度吗？无嘛。啊，就是倒一个镜头，就是大力光的镜头。你知影无？啊，白痴，佮空，看我第一停，你刚送完，我你咪空。哦，我今天又加一个哦，加一个要200点，有送无？啊，讲恁白反指标嘛，你有送无？无，你今天有送无？补钱啦，佮你娘竟然要补钱啊，补够啊！好干你个空啦，教你死啊，干你娘！讲袂听，逐工讲袂反指标，看你敢笑得出来？我问你停损了没？你没有停损，对不对？明天继续加，加到你死，都教你死干！才好做，股票才好做啊！啊，你哪拢做唔着兵？你的心魔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的心魔？顶礼拜五你咧想啥？我就问你，顶礼拜我咧想啥？你的心魔是不是跑出来了？叫你进来放空嘛？啊，你就被嘎了嘛？对不？讲袂听，好卖讲上先。吼，讲这就无，讲迄就无效啦吼。啊，赶快报恁趁钱，空的我拢甲你讲啊。你做想要空，你空迄封杀华为就全部给他空下去，空了就对啊，空了就对。我报进帮啦 ，FB 啦 ，FB 啦，绝对抬落去啦。你为什么封杀华为？华为一间好公司，安尼共抬，吼、哦，啊要啊即马来讲，哦，啊即马是多头嘛，我就讲这是一个回档修正尔，所以咱今仔个明白啊，吼、哦，明白过来，啊大概个人个听袂落，吼、哦，来，咱的啥物啊？咱的韩国语啦吼，去华联嘛吼，啊肇事有讲的啥物件，讲迄个国道6号吼，
也袂啦，要拍一个崩空。哦，即马讲国道六号要拍一个崩空，直接趟来搞花莲。哦，所以就出来啊！我咧讲啊，你去看新闻。啊，你即马做多个选股啊吼，啊你就出来啊，对机啊。哦，崩空你要工具机对不？要需要工具机的东西，你要找谁？就是立山啊，就是立山啊，怀疑啊。你莫去看，我咧讲啊，你做股票，你莫咧选股做股票，你莫去看什么干你娘，什么财报，什么挖个小，什么 EPS， 什么挖个三小，干你娘还拢无重要。我讲实在，还拢无重要，你大拢会样看，唔是单你会样看，大拢会样看，啊大拢看，大家都看得到东西，啊你买就来不及了啊，啊你买都买付啊，啊即马重点是啥物？有一寡物件你看袂到。即摆韩国也来讲，伊要拍一个防空，安尼趁个趁个，按迄落啥物啊？南投趁来甲花莲，啊你听有无？你听有无？哦，一个防空爱啥物物件？有工具机嘛？啊，着立山啊嘛？啊，而且即支有水呢，这毋是像咱弱迄弱势股的，你之前咱看的毋是讲拢是弱势啊来强喷吗？这毋是，这是强势呢？有无？即支是强势呢？啊，强势即摆伊个。前几天又回档嘛，啊，今天喷一支起来，对不？我知道啦，这个你才会认同嘛。之前讲那些都有点弱势，你都没办法认同，可是他都喷给你看的。今天讲这个很强势哦，而且那个韩国瑜跟你加持哦，这是什么？韩国瑜概念股哦，对不？你韩粉嘛，韩粉韩流嘛，你不买吗？你不买吗？韩粉的威力你没看过吗？明天全部含粉进去买下去掉停啊，就直接锁涨停了。对啊，啊不是号召含粉吗？啊如果明天含粉起消费了掉停，就真的涨停了，懂不懂？会用做无？啊，韩国瑜不会明白安尼啦吼，安尼大家知影吧？啊这袂当空吼，对无？啊你讲袂听，真正欠人修理的，你知影无？迄绝对袂用做咧，欠人修理的。啊，不怪你袂发大财，为啥有人会趁钱啊？你拢趁无着钱，你知无？哈，啊，搁要讲啥吗？应该毋免想讲啊，吼，咱今仔就靠袂个只吼，感谢大家收看。